老大，我抢到189哎。老大，我才11。哎，运气不好，你赖谁啊？抢红包拼的就是手气，下次吧。谢老大红包，那我们先撤了哈。去吧去吧。哼，那个竟然被爹妈逼着去补课了，就这两个小弟完全不够啊。看来我还得再招几个小弟了。站住！毛都没长全的小崽子，也敢出来混社会？你谁呀？我长没长全关你屁事儿！我谁？记住了，我是黑哥，手机里的钱交出来，以后跟着黑哥混，我罩着你。啊，有话好说，咱都是混这片的兄弟。谁跟你是兄弟啊？非让我费事儿是吧？别动手，不就是钱吗？好说呀。哦，哪儿来的野狗，竟然跑到爷的地盘上撒野？真当我翻地龙是吃素的呢？啊？翻地龙？那不是蚯蚓吗？可真会给自己取名字。嗨，翻译好，我是小黄。什么翻译？小龙爷。哦，该打该打，是龙爷。管你什么翻地龙还是滚地龙，不想死的就给老子滚开。你当爷是吓怕的呀？你有种你就来，爷皱一皱眉就跟你姓。哟，老混混呀，我警告你别找死啊，真当小爷我不敢啊。来呀，赶紧啊。去死。孙子，你还真下手啊。我杀人了。救我小兄弟。你别过来。龙月，我挺得住就。小子，帮我去救护车。喂，小子，见死不救啊。哎呀，这点最基本的江湖规矩都不懂，还混个球啊。别躺着了，一会儿再把警察给招来。哦，哎，没事吧？这能有啥事儿啊，又没针扎上。五爷，咱的计策成了？不好说，下一步就看他自己的了。走吧，回去再说。我去，指甲缝里好疼啊。哼，该让你买番茄酱，你非拿辣酱凑合。谁知道这么辣。回家之后就一直在那儿缩着，看来是吓得不轻啊。这次的事对他触动不小，估计不会再喊着混社会了吧。难说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爸比猜对了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了，接着看吧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出去去找真正的江湖大佬拜师，有朝一日等我一飞冲天的时候再回来。兄弟们，江湖再见。只有跟对大哥才能真正混出人样来，只有地位更高手段更狠才不会被人欺负。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扑街，我还要纵横四海。得，斗志还昂扬了，这回可真成祸害了。是报警还是我来？少王五藏，他若真是学成归来了，到时候你再出手也不迟啊。爸比，你也太乐观了，现在可出现了1.41%被枪毙的可能性。得，在咱的帮助下，这算是上了快车道了。哎，小锦，晶晶。啊？最后的方案就交给你们俩了。没问题。那个不用你提醒，我相信晶晶这次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我会尽力的。唉，我到底应该北上还是南下呢？或者干脆去漂亮国。谁啊，大白天的不让老子睡觉。
你们找谁？我姓白，是你妈妈请的辅导老师。我能看到成功率低谷计正在热播中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白五的逆袭之路吧。绝症穿越异世界，自带顶级超能力，阴谋诡计全击破，各自美女皆星星。心灵暗地火热开播，不整什么花火，咱就是无敌。别在明天，别去思考，我想要的总是固执、偏执、辗转、蹉跎、滔滔绕，在我决定奔赴的今天，每一件事、每一秒、每个瞬间都闪耀。别再犹豫，怕失望，记录此刻，轻轻唱。祭祀渺小，积攒锋芒，用力跑，别再迷惘，想用人自扰。每一件事，每一秒，埋下希望刚刚好，别再踌躇整装好，记录此刻，轻轻唱，去期待明天，认真思考。这就是我想要的。